实业家二代排排站，演绎对家的感谢，荣董新春团拜让一家大小都参与，有小朋友他们一起来参加，那借着这个因缘，小孩子也愿意来参与我们的荣董团队，那希望说把这爱扑出去。事业成功的实业家面对孩子只是个平凡的爸爸，正如这位曾胜雄，78岁的他早年拆船起家，陆续成立钢铁建设公司，他钢铁般的心见到慈悲的正言上人却落泪语塞。啊，记得师父要讲话，啊，未讲电话哦，啊，就是讲要爱好，爱好就歹听，真正咧白在，唔知哪来说，我唔知。心中的爱他总是说不出口，因此对儿女好严厉。慈济志工潘基立接引下，他变开朗，心也柔软了。这个除夕好的就是我心情比较好了，为什么呢？开心啊，开心啊，得啊嘴哈，打虎心嘛、哎。其实他对他的家庭，对他的子女啊，他真的是有爱的。他把对孩子的爱升华为大爱，共帮家人捐了10个荣董，去年更因此常有机会全家一起参加慈济活动，也让亲子间有了更多话题。大爱新闻陈怡真、陈立伟高雄报道。